太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在这社会里遭到歧视、孤立和排挤。我以我儿子为荣，我一直为他感到骄傲，他一点也没有改变。现在是时候站起来支持你的孩子、我的孩子、我们的孩子，分享你的故事，爱及接受你的孩子，不管他是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恋者。无论如何，家人毕竟是家人，爱依然是爱。 I do this because I love my son.